口罩弄好了，来，口罩吗？那我们等一下就慢慢的往里面做，我们现在开始。子龙，你要做什么？哎呀，我冇见老公，大家抽你的锅嘛，还是要锅。对吧？安坐，要安坐啊。所以我们今年第一场比较晚开始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等一下，请我们的会长帮我们简单讲一下话。办理这件事情的，除了我们迟早的连江县卫生局以外，另外还来了一个台北市监理。那个监理所的连江监理站的那个好朋友们，大家共同来，让长辈们多一点那个知识，多一点那个能够普及化。所以，陆续的，可能我还可以去拍啦，然后三轮田飞，甚至于说金沙，然后，有的是政府有补助，有的是我们红会自己在做，最多也是办三次了。伤比较少，我们也现在社区也准备接手，那希望很快的花莲能够跟牛角或者跟三龙啊，甚至金沙的模式可以建立起来。那金水今年第一次吧，大概在28号，我讲三次哦，鲜明的颜色，那大家鲜明的颜色，鲜明的颜色，鲜丽鲜艳明亮的颜色。对，那大家刚刚手上都有发这个手环了。其实，在晚上的时候，灯光照射都会反射，其实就相当的明显。那第一个部分就是鲜明颜色。好，那边。几月几号？第一个。几月？对。对，然后第二个是会问你。定了，定了，定了，我定了。这个都是会，都是在我们的厂商服务里面的一些服务提供内容。它主要是针对，就是希望长辈们他能够健康老化，就是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也是增加自己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等到失能之后才能去做一些长照服务的生活照顾，比如说居家服务或者是日间照顾，可以去做介入。对，那可以让就是长辈们获得比较好的一些照顾品质。那再来的话呢，他如果就是希望说，哎，自己有一些可以恢复一些生活功能啊，比如说他想要外出去买东西，或者是外出去做活动，我们都有一些专业的那个赋能训练可以进行。那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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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钝角在上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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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